So beer spa? Yeah. All right, I'll get change. You get change. Thank you. 13,000. Now,剛才大家看到,這個啤酒 spa 的成分其實有幾樣東西,它會有這個young beer,即是沒有酒精的 beer,接著就有Easter和Hop, 接著有Bath Oil和一些叫做Bath Salt。 啤酒肉的啤酒對皮膚很好,因為它們用的是發酵啤酒最早期的階段, 那個時候啤酒的 pH 值很低,很有效收緊和軟化毛囊, 有效護髮添的。 而酵母還有豐富的維他命 B, 所以他們建議大家浸完之後千萬不要那麼快洗澡, 讓皮膚吸收一下。 1, 2, 3, 4, 5, 6. 哇, 錄音機這麼快,我在數著。 這個啤酒 SPA 除了有餐廳,有這個 SPA 之外, 他們的啤酒也非常正。 剛才他就教我, 這麼多杯啤酒裡面應該怎樣喝呢? 他很快的, 1, 2, 3, 4, 5, 6, 我忘記了。好像是, 不是很肯定, 因為這一杯是最 light color 的, 即是由淺到深地喝的。 試一試。 易入口, 哇, 很甜啊, 這個, 第二個淺是這個。 哇,更甜一點, 為什麼會這樣的? 好, 第三個是這個。 我醉了, 怎麼辦? 第四個是這個。 哇,開始濃了,開始濃了, 第五個是這個。 哇,這杯近,這杯近, 這杯最後了,黑啤了。 黑啤好喝,反而,好啦,即係咁樣囉,剛才佢教你呢,由淺飲到最深啦,最主要呢就係for呢一個啤酒迷,浸完嘅 SPA 唔夠喉,唔緊要,因為喺 SPA 嗰度有啤酒飲嘛,再要多啲都冇問題,行過隔離呢間餐廳有好多啤酒可以俾你飲啦,我個 mustard 好味,好typical嘅,好 typical 嘅 burger, bacon, tomatoes, 睇下用啤酒嚟熱肉會唔會好味啲先。 可能因為浸完個 SPA 很肚餓的關係,加個熱辣辣的 burger 是很正的。